大家好，我是范范。比较可爱，我觉得像屈宏道或是林玉佳，他们两个人，就是我觉得很可爱、很可爱的类型。可在我心里是属于感觉会撒娇的类型。一起拍一部剧，就感觉一个男团如果演一部偶像剧，感觉会蛮帅。我可以当那种很坏的那种帅哥。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，然后但是自从节目开播以来，有很多朋友们然后开始会注意到我，然后也会传讯息给我，鼓励我说我很棒，然后就是很喜欢我跳舞或者觉得我唱歌好，这些话我都会默默记在心里，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的能力真的有达到你们心目中的样子的时候，我会再送你们一个更好的作品，让你们知道我都有就是把你们的话听在心里。